号小爱，你们之前一直催我做电子手账，其实我一直在等它电容笔，一按它就开了，看这里面了，它这里面还配了一个充电器，充电线，哦，充电线，还有两个提款头，嗯，你们猜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它是像手套那种的。嗯，你爸爸说是戴在大拇指上的，就是两根手指头，为啥呢？这是为什么？应该是这样。你们猜猜这是有啥功能？是，这是有啥功能呢？好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对对对，来做一个粉色色系吧。嗯，背景我喜欢选那种方格的。粉色色系当然要选粉粉嫩嫩的。粉色帖子，这个可以、哦。自己排版吗？嗯，不用像别人模板吗？接下来在这个表上面写点字吧。哎，它这个笔不是可以直接写字的吗？对啊，但是它这种字体好看一些。哦。接下来我们要画笔了，激动吧？哦不，还有一个贴纸。完美。你涂的好看一些是吧？嗯。橘色。这个样子。整体给它移动 ，OK， 不要动了，不要眨眼。哎，我搞错了 ，sorry， 干擦掉。哎，止了，是吧？嗯哼，这么神奇。这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手账。这样的。嗯哼。都是这样的，就没写字，就有点简单了吧、嗯、这个笔还可以吸铁哦，你看吸到平板上面，哎，吸劲儿。你们说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？ guess 一下。好了，不用了，就给它这样按一下。对，这个电容笔就长得这样，不说还真的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笔。嗯哼，它就是带电的吗？随身携带挺方便的。你随身携带它干啥？用那个手机平板都可以用。刘学这个平板壳子它保护膜有点坏了，保护壳子，你们觉得买个什么壳子好看呢？嗯，可爱一点的，比如说 3DU 怎么样？你到时候看吧，看咱们再买个壳子。嗯，好了，拜拜啦。